那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餐厅，透过饮食文化呢，还有透过这样的餐厅的空间，我们将三峡地方的文化、职人还有呢特色呢，可以导入到这个地方来。是一套呢，使用三峡在地食材，还有呢国产豆制品跟我们自己酿效物呢所做的大地料理。那其中精选呢几样特色的主餐呢，好作为的一个点餐这样子。来，你的好，这是你的，来，泡好水了，我们要浸泡三分钟，就这样子翻翻它，让它的冷气跑进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浸泡了三分钟了，把它拧干，然后我们就要过去旁边接触空气了。它这个绿色等一下就是会跟空气接触之后就会变蓝。那你三次了。好，一样都蓝的。哎，好像可以咯。哇，甩一甩。哇，很好看的。对对对，是我的。我刚刚就是选这种款式的，没想到我做出来了，就是刚刚那坨卫生纸，还记得吗？大家的都很漂亮，看。他们现在欢呼了，哇，好大哦！这活动很好玩，推荐大家可以来玩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品啦，看，好漂亮，大家都是第一次做的哦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，让师傅们可以在这边呢继续呢创生他们的作品，那同时也可以呢开课，然后呢来让更多人呢看到他们的这个工艺的魅力。那他今年呢86岁，是我们三峡目前仅存的唯一的一位的打铁匠。手腕，手臂的部分，我们先让两位人来试个额头看看，这样子，好。要是汗毛很多，我们都希望他管好脸再做脸，效果会更好。跟你之前体验的是不是有差？比较不会痛，真的好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美观老师为了让客人呢，就是能够呢完整的去享受这个玩脸的过程，所以他特别有修正过这个玩脸的技术，这样。我们在这边排队，这边。等一下哦。